教练好。好。嗯。知道练车的第一步干啥吗？第一步？啊。啥呀？系安全带。Oh no！ 你干啥呀？往哪儿系呢？这个是我的口，你的口在这儿呢。你插这儿，我往哪儿插？教练，不好意思啊。踢死！这下好了。打火。我出门也没带打火机呀、啊 oh, no. 教练，我不抽烟，我不要打火机，我是让你给车打火，车打火。教练，我怕。怕啥呀？打火车不着能走吗？我说你打个火你都一惊一乍打、oh, no. 你干啥呀？你不是让我挡吗？我不是让你这个挡，我是让你给车跨挡。哦，哎呀，哦、oh, no， 那是挡吗？啊，那是手刹，打在这儿呢。踢死我了。好了，走。啥？走。真走啊？快点的，麻溜的，走。哎。这是干啥去了呀？这是，哎呀，哎，教练，教练，不是，你干啥去了呀？你不是让我走吗？我都走了一大圈了，哦、oh, no. 你了，哎呀，你看你一走就是俩小时，我看你这个车也别亮了啊！我先考你个基础知识，哦、oh, ，就是。晚上的时候开车你该开什么灯？天黑了。对。我妈说晚上不让我出门。Oh no！ 啊，我妈说我长得漂亮，晚上出门不安全。晚上不出门啊？对。行，那我再问你第二个问题啊。啊，就是你开车出去的时候遇见大雾霾你该怎么办？雾霾多大呀？就是特别大特别大的雾霾。那不傻吗？大雾霾就不出去。啊，哎呀，我觉得你吧，考这个驾驶证你也没必要再考了。你说你白天不出门，晚上也不出门，你是不是考了也是白考？对呀，教练，你说的对。那我就不考了， oh, no. 回家了，拜拜。哎呀妈，啥学员呀？也就不用考了，考了也是个马路杀手。哎。